加強教師專業操守和培訓。在2022-23學年開始，我們會要求公營學校只可以聘任已經通過基本法測試的新教師。我們會制定一套教師專業操守指引，亦都提供實例說明對失德教師的懲處，亦都令到教師時刻可以注意謹言慎行、守規守法。教育局咧喺檢視教師嘅註冊嘅時候咧，係會以呢個指引咧作為一個參考。對於個別涉及違法或者失德行為嘅教師咧，我哋一定會嚴肅跟進處理。同時，我哋亦都會對才德兼備嘅教師咧予以表揚。另外，我哋會加強教師嘅核心培訓課程啦，亦都同師資培訓機構加強合作，進一步提升職前培訓嘅水平同埋要求。